熬了一天一夜的鲶鱼，你猜猜我们要干啥？对，我们要做年糕了，蒸年糕。鲶鱼面儿，小心，我们要做糕了。筷子不可以拿，不可以啊，收了，没收了。好，不可以，都放了啊。鞋刷子，不是很沉嘞、不沉。我看这东西挺大嘞，感觉够沉嘞。啊、哦，不沉。不是很沉啊。点火，就这火了，咱都开始蒸了。哦，蒸年糕啊！啊，蒸年糕。年味儿一天一天弄的。放下来，这个给观摩学习学习。现在我放下。撒点米枣是呗？哦，撒点米枣，撒点米枣片是呗？对，好吃。这个光面吃不了哎，有花生豆，有豇豆，是呗？啊、关键是你手艺好。我有烫。啊，有烫，烫一层是一层，撒，撒一层这个，撒一层那个。你上烫多了，呆呆。没事了。多了甜，过年嘞，甜甜蜜蜜的。哦，这个呀。炸小口。一层面，一层。一层面，一层汤。一层汤。一层面，一层汤。咱不过把这个花生啊、红豆啊掺一块儿啊。哦，红豆、花生掺面里头再匀。嗯，晓得了，明白了。打了两锅年糕，做好了。咦，你只能吃这个花生米啊？好。啊，你这打的还挺好。好嘞。真甜。我来供着再炸，炸着好吃。那大娘给咱俩，咱们再给俺大娘来。这一锅水果打的好。然后跟舅子跟老娘子跟姨跟亲戚们的。咱吃再多。尝尝吃的都一点。